咱即马就来邀请李松先生吼，伊当时日本，即马是台湾高组会会长吼，咱来请伊讲到底当时伊伫日本的时，台湾人想啥？来，请。各位先生，大家好。好。我就是即马牛社长介绍的李雪芳。我台湾国主会就是1943年啊，日本当地即个南港的迄个减少，因为即个南港啊，拢是去登记做兵啊，做第一线啦吼，所以日本要开发一个新的即个飞机的时啊，就需要南港。那么迄阵时呢，有两个有真好条件，敢若讲咱食呐，保证好出业的人去啊，做五年就，因为遐高中，咱即卖高中的资格，啊那中学出去的人啊，就做三年就专科，迄个专科的资格，所以啊，真侪在迄阵时无通好读书的囡仔。也是考袂了的囡仔，吼、哦，转过来即个志愿，即、這个高组的即个员工，那么即个呢，一定要是大人的认定，是大人的囡仔，而且有甲你受理。那么结果呢，总共8419个啊，分8批啊，就即、這个。1942年5月开始啊，到1944年2月啊，就集中做分8批啊，8批的人到日本。那么这个去呢，大家据说啊，对这个有一个真大的希望，因为即摆人连伊，若年限若到，大家拢会。进一级，吼、哦，第这个学历，所以大家真认真真打拼。当时啊，阮教的时啊，迄、那个工厂时也未完全好，所以啊，踮咧遐，一面读书啊，一面做工啊，无办法，所以啊，派去其他的军事工厂去协助因的，迄种工作。当时啊，磨练咱家己的技术。那么这个差不多工厂要好的时啊，陆续就会回来这个所在。那么这日本啊，渐渐这个战败，所以啊，在这个1945年4月初1日啊，美军登陆这个琉球，6月23日琉球失守，所以啊，这个因咧日本的军阀啊，要准备布局啦。这个都伫个准备讲本土的决战，吼、哦，好有一个日本人讲一列的，装药水的这个抵抗的心理准备。那么到了5月的时啊，德国投降，联军啊逼近，全力逼近日本7月2日啊，不但会宣言啊发布。啊！接日本接是接到这个宣言啊，就是讲要求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，这个代志大家应该是所知啦吼。那么日本迄个中间啊，我不幸就是就讲开一个开会啊，吼、哦、有主张一挂，主张讲这个来接受这个投降的迄、那个。没当为这双言，所以啊，伊有得要去请这个水师水电，等这中立国家的公使啊，转过联军啊，要来接受这个双言，但是啊，最后军方的迄个因的组织啊，无法度，最后日本政府啊，才对这个因要召开。最高政经指导会议、甲内阁会议，
就是啊，这个陆军大臣啊，就提出真多这个意见，有意是讲要拖延的结果，但是因为啊，美国啊，我听到这个消息啦，就蔡总统向日本部，向日本啊决定，这个撤掉掉的这个公告，所以啊，这个八月初六啊，第一条的这个原子炸弹啊，给当的这个关岛。那个关岛呢？这个时啊，关岛时阵啊，毁灭啦！哦，即马死伤是有40万人，兼下迄个牺牲者。那么日本啊，也阁无觉醒，也阁想讲要阁介迄个最后的决战，就去准备叫在日本人啊，在迄个啊。在人啊，大家就要有心理准备。但是这个炸弹啊，日本唔知影讲是过原子弹，啊，日本的国民讲这是新型的炸弹，所以啊，郭正刚在美国的这个报纸，多鲁蒙啊，诶，这总统宣布这个是原子弹，伊才知影讲这个就是原子弹。那对这个原子弹，这个以后呢？这个日本战略对因个呀，无因个美军啊，全力啊，向这个苏联呐，叫苏联要求苏联呐，要进军呐，啊苏联呐，八月初九只对大陆东北啊，进大军进入啦，那么你这个。你当初日本人拢无了，通好去抵抗伊啊啦，啊，就是实在伊啊啦，哦，那么要接受这个，无当庄园的这个最后的决定啊，是日本首相召开最高政经指导会议啊，停过天皇啊，向联军求和之意啦。所以日本天皇啊，才亲身啊，只是讲向这个联军啊导航，所以这个对联合啊，这点么五神的会议啊，来决定这个战争。啊，当时啊，日本啊，这个阿南陆上啊。有什么七八十天内啊下水，啊四月八月十四啊，日本军方啊，惊日本政府惊军方的阻止啊，才以请这个日本皇帝以下诏的方式啊，结束战争，平清天皇的陆军，天皇陆军嘛来。八月十五中午12点啊，向全日本含正对用天皇的御金的这个公布方式啊，向皇军及在百姓啊，告诉在百姓的将军之意啦。不料啊，十四日的黄昏啊，军队的一挂敌进派啊，就是讲唔好你这个录音，因为啊向大家来报道，吼、哦，所以啊想讲要来，抢到这个录音带，吼、哦，啊向日本的雷哥啊，啊红江啊去搜查，好你家在这个日本的将来性的这个。保密的德语啊，这录音带无可以唱去。那叫唱去的时啊，这个后果就不敢设想啦吼。那么这个八月十五的中午，
所谓的人啊，就什么级别这个工厂、这个扩音机的证明啊，来认证这个日本的电动的药品的放上。哦，开始，头也是大家拢，咱这台湾囡仔大家拢听无啦。哦，虽然有过生几个啊，大家囡仔面上细汉的面十五六个安尼啦。哦，啊老的面现在中学毕业的，所以二十一二个啦。哦，啊听是有，但是无真得对了解伊一个本意。啊，一寡遐日本人啊，较侪个人听着，啊，煞来甲咱讲，哎，真心煞，哦，啊。同时啊，有一寡迄少年的日本人啊，去学丁洋来，这人啊，就安尼跳得真欢喜啦。哦，反而讲啊，海人要等于故乡啊。哦，同时啊，向咱这台湾人啊，恁也会使等于台湾啊。哦，因为无需要去坐飞机啊啦。哦，所以迄个时啊，这台湾人是吧，归港去啦。啊，一寡遐入住的在日本的销路的这个那个停薪队吼，大家拢莫爱直直直直哭啦。啊，咱的囡仔，囡仔有较良心嘛，啊，对爹老目屎人啊，真多啦。然后呢，迄日就无做代志，迄日我就休困，迄顶间就叫另外叫上午上班。去，唔是去坐飞机，去站务的经理，哦，所以来叫内面的这些物件，叫做因为啊吼，一句话来就给因的经理这内面，该的，伊的美军呐、啊，指定讲，阮工厂是伫个高州。这所在叫做高州海军工厂，这边是后的这个海军航空队的基地，所以因为啊，迄个时一寡人拢在解散啊，所以有迄个劳动局的这个大队啊，就是跟咱在当兵啊，所以派人去。阮个机场个经理吼，也要接因在阮个美军呐，吼，啊，即个美军呢，到八月二八啊，先进部队先降来即个服务即个机队啦，哦，第九月初二啊。这个麦克萨吼，将进入日本，从时开始，这个做那个日本占领总部开始运作啦。哦，要运作呢，日本九月三十啦，那个麦克萨，是的，麦克萨。因为日本是9月30日啦，8月30日吧，8月30日，是的，8月30日，9月初二呢，日本跟日本签无条件的这个导航师啦，哦，啊，近38万的这个美军来占领这全日本，开始相关工作，啊，你就知影日本啊，就面对。以前以来啊，吼、哦，经过这个甲午战争啦、啊、二五战争啦、啊，扩大这个日本的国土啊，吼、哦，平分这个朝鲜啦、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新兴的国家来想要来做这个亚洲的这个民主吼的地位，但是伊安尼也阁无欢喜，吼、哦，结果交好以后啊，军阀的那个发起啊，出兵东北建立这个满洲国，发动卢沟桥的这个事件，成立中国，啊，甲德国、意大利吼，
因为啊，结盟请有要来请，因为啊，请霸这个世界。那么，同时啊，都是这个金丝湾，哦，发起太平洋战争，但是，因为美国这个反恐啊，真厉害啊，所以前跟你讲，说像我所讲的，敢那讲，就迄个1945年。系列开始啊，对这个这白熊啊真明显，所以到了8月15，就是迄个接受伊内部单位这宣言。那么迄个是宣言，咱这8400多个台湾人啊，拢集中伫这个高座这个工厂内面。啊，迄个时想起来，虽然大家真少去，但是有一个讲来讲，真难的，唔愿讲，叫你倒去倒，啊你就去倒，吼、哦，讲叫你去做中国人，就去做中国人。但是迄个时，大家想讲，只有想讲要回来台湾，来对台湾的这个那个家己自己的国家、自己的土地来打拼，吼、哦。所以啊，这个。对这个迄个在囡仔的这个8月15以后的这个生活，日本虽然是有照顾人，但是日本本身家己都无办法恁个维持，哦，啊恁个所谓物件无迄物无，哦，也恁个坏毒的物坏毒啊，所以阮的这个管理啊，回到这个。是内山关的这个官厅派一个士官，甲在宿舍的在四个这个社工，吼、哦、来甲咱伫遮招呼。那么因个虽然是有真心情伫甲咱创啊，但是无钱无力无法度，所以一寡在。咱台湾囡仔在中学毕业的，即比较叫年纪较大只的人啊，才发起组织这个主题会，所以叫一个台湾乡民主题会开始成立。啊，成立了后呢，分做几人的因为啊，组织有三个目标的这个委员会。哦，一个是主题会来讲，哦，一般这个咱普通的这个主题会相关的组织，什么会长啦、副会长啦、总干事啦，吼、哦，一个，然后最后是讲，为了将来要回来台湾的时啊，要安怎，我在台湾要带动的这些人的方便啦，改为一当阵，咱台湾有湖州嘛，湖州餐厅啊，餐厅是无人去。台北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，分做一个五大队。哦，啊，中队是较早是军啦，什么军什么军啦、啊，台北后七千军吼，也、哦、文山军、海山军吼，安尼照军的分落大中队啊。哦，将来若要转来的时啊，就嘛对这个一大堆就嘛转，先出门先转来。啊，若转来个台湾啊，要分散回家的时也较方便。那么这个组织成立了后啊，就由家己在内面的干事啊，向这个日本政府啊去交涉。哦，要交涉呢，对。日本人日常的迄个必需品啦、啊，尿湿啦，迄个燃料啦，吼、哦，医药啦，医疗啦，吼、哦，要咩伫日本打无工作啦，要无钱啊，吼、哦，零用钱啦、啊，一个月换几个钱，最后啊退一金，吼、哦，搞下，甲船家派船的，互咱带转来台湾的这个工作，吼、哦，哎，所以啊，这个是虽然是真大的一个
要紧的代志。啊，这个代志若做袂成功啊，再囡仔就踮咧日本，因为啊，唔知要怎样吼，啊，再领导者唔知要安怎来个领导啊，啊，变成一个问题啦。所以第二啊，这个纽西兰有一个委员会，啊，向来负责这个所谓这个产的代志，甲纽西兰的代志，哦，也有一个医疗，就是咱三新三医疗，哦，还有委员会，啊，甲有医护为要养护委员会，就是这个病痛的人，也甲迄个医看病啦，也甲医疗机构的迄个联络的工作。那最后一个上要紧就是受警队啦，因为这囡仔还过去年纪已经少嘛，哦，拄啊回来时大概是上少的是15岁嘛。那是要讲即卖囡仔15岁，甲阮哩当阵去日本迄时阵，迄15岁囡仔即个囡仔吼，真无共款呐，大概真有自立的即个囡仔感冒啦。所以啊，指定队啊来管理这些囡仔啊，这些囡仔要来辅导这些囡仔，所以啊，无重大的这个代志发生啊。那么这些囡仔呢，上可爱的是讲，顶来台湾要创啥？伊讲治疗就要来啉，甲恁食杏仁茶，甲食加茶甜，因为啊有吃过啦，迄个一块两块就有当吃唔？哦，啊！迄当阵虽然阮是去伫个遐台乌，不过袂歹呢。哦，是别日啦，上少有40多块，40多块。那是像我阮中央同遐有一款特殊的任务做了顶啦，哦，来管这囡仔这款的哦。啊，佮出差的时哦，出张的时去时，佮出张旅费，佮日本啊来台湾，哦，迄当阵来台湾的人有加急。啊，阮老家一人两家两口，所以啊，以我来讲哦，一个你啊，领了145块啦。你但是领145块真大呢吼。啊，嘛这个代志，各家等就存下牌啊咧。啊，阮就伫转来啊，吼，啊，就第一次已经12月中旬就开始运作啊。啊，迄个时阵啊。哪行，目屎哪流，再向后壁一看，迄个宿舍大个所在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心境吼，以我来讲吼，实在是，起码也是，讲了遮就做，啊，就话讲了无啥好事。那么第二抓、第三抓，那么第三抓是有个比山员，是咱台北的大队。坐回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无以来到这个信号啊，吼、哦，后来做总统，李登辉对遐一个感觉，等，啊，伊啊呢，家己一个踮咧进来吼，定定咧看书啦，啊，人伫外口嘿嘿叫，伊也伫坐一个所在，踮咧看书，所以后来我就知影，伊做因个市长以后，我才知影啊，这个人。啊，首先，以后啊，甲伊即马后日来往吼。那么对迄个时阵的心境，就是讲，唔敢，无缘，呀，无缘去转来台湾，但是无转来过因个。怎讲呢？厝内有四大人，哦，啊，囡仔搁细汉，因为这是即马即来讲，这囡仔是少年刚也搁细汉，15、16岁，17、18岁。啊，阮是21、22岁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由阮遮甲组织起来，怎啊送转来？啊，大家真唔甘离开迄个所在，迄、那个所在变成阮台湾高组会的第二故乡啦。哦，然后啊，这个社工的内面的这个社工资啊，包括九川，因为啊后来啊，阮宿舍的所在啊。改做一个管辖区，来踮咧遐做市议会议长。啊，忽然呢，一个人啊，
想讲咱台湾人去日本，啊，就要去来去咱较早去的所在去，去甲拜会，吼、哦，啊拜会同时啊，因为啊，会长都有迄个市长都啊无伫的，啊由这个会长出来，啊就是这个。这九川公宏啊，前一天才当选议长，哦，啊就出来，啊，甲咱台湾去，才因为啊，伊是查某是37、38岁啦，查某是7、8岁啦，哦，啊，讲起因老爸的代志，那个时阵，哦，那个啊，那个怎啊，那个弟弟咱呢，讲话讲了真欢喜啦，啊，甲邀请来台湾，迄个是已经阮台湾。咱台湾的这高组者啊，有一个台湾高组会的这个联谊会，所以啊，每一个县市有20位，哦，啊，每一个县市轮流啊来你办这个大会，啊，个邀请伊来是到阮这日本第49名迄年，伊是邀请伊来，啊，伊来伫大会时，我发表讲明年。是59年，是不是咱要登来去第二故乡来甲看一下？吼、哦，啊！即我就宣布了后，大家呢，满场安尼，嘿，大家手拍啊，大家现场就解决啦。啊，所以你像伊个议长啊，伊讲我吼、哦、为恁大家吼、哦、一定来，因为啊，真好甲恁。交代我回来去筹备，哦，本来我是讲差不多800个的，哦，看搞成个10%，才800-900个，哦，我想讲这個人，但是一个开始的时，这個、人的登记的1000、1100、1300、1300、1400，哦，最后1400个啦，啊，1400个那日本啊，有1800个人出来给咱欢迎。哦，啊，这个欢迎大会也好，这个对一切这个，跟他讲，咱重游这个，因为重游部队的这个因个安排吼，跟咱做了真好。因知影咱在这个，迄个时，点么防护机场内面呐，工作的这个所在啊，伊有想要咱看，啊，但是咧属于军旅馆，啊，伊就比较私人。因为啊，广大会使，无你对大门入来，对西门出去。啊，咱城市个因个游览车啊，30-40台的，吼、哦，伊放互咱坐。啊，迄、那个旧个即建筑物啦，虽然50年，也过因维护了真因个啊，实际在台湾囡仔去看，真因个啊，感想真重，也有会欢喜啊，有会目屎啦，目屎滴吼。啊！踮遐，伊讲啊，较早我踮遐知，踮遐都是从啥个吼？啊，所以说，迄个拄只哩讲，从啥？咱从四月因从八月起，即个欢迎大会才开始。啊，开始了后，大家互动真好。吼、哦，以后呢，咱台湾开即个年大会，邀请因迄边，因啊组织一个日本高组会。来个人参加带队，啊！咱每年有一届个即个大会，哦，啊！即、这个大会呢，变成敢若讲，甲日本的即个交流的上大个桥梁啊，哦，那所以，阮台湾国组会啊，日本啊，对咱也真正哩重视啦。啊！咱在台湾囡仔呢，顶来个今仔日呢，无人讲。会违背台湾呐、啊！哦，一定，敢那讲是当时就要转来台湾呢。迄当时感觉讲，咱当时艰苦的时，迄、那个中国会对咱大家投锤伫个即个胜利国家胜利即个烦，因为烦恼的当中，哪会想讲咱过程失败的，在台湾囡仔伫个日本伫个无人通管顾。对，啊，所以大家迄当阵就开始讲，即个若转去也是可能同款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，甲今仔日以前啊，对某一方面的人，大家
阮在党员啊，大家无好欢迎啦，哦，所以今仔日林社长会请叫我来讲这话啊，就是叫我表示讲，阮这党员啊，也是甲今仔日也阁是因为啊，讲历史的，拢大家平常伊到底拢讲历史啦。所以你讲叫我讲大呢，我迄阵我就甲迄日我就甲迄个张社长讲，你若要叫我讲大呢，吼，日日落来吼，然后要哈下着你的名字吼，我会使卖出的名话，伊讲袂使，这个代志一定要讲，叫我来讲给咱大家了解，讲时当时的这大人囡仔十三四、十四岁的这大人囡仔的心情，吼，自然是欢喜要回来。但是心内也阁是不因个老在伫个即个日本，所以阮大家即个高祖当，所以阮大家第二故乡就是对遐开始哦。以上我的报告，谢谢。大家看伊，哇，当阿叫我见见啊！啊，甲迄个代志啊，当阿足清楚嘿。啊，我正要补充一下吼，迄、那个高座就是看到我见吼，神奈川县的一个高座吼，一个市啦吼。啊，伊是日本时代时台湾人的少年人啊，十三四岁到二十岁左右去啊做飞机啦吼，做飞机的。啊，所以从前以后，啊，因留伫日本啊，等台湾。啊，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再的时吼，有一个台湾少年宫吼，一本册吼来参考就较清楚的。啊，头先讲到的吼，迄些是咱过去的历史啦吼，但是咱拢唔知道这段历史的。所以八月十五是对台湾人来讲足重要的吼，因为八月十五战败，日本战败了时，和日本征召去做军人的吼，或军夫的，拢总二十万人左右的，内底有三万人吼战死啦吼，所以十七万人。哦，来当台湾的。啊，伫东南亚足侪国家吼，即个台湾兵吼，结果因为含即个美国小台吼，所以有人做战犯啦。啊，战犯犯审判，拍好即个联合国即个军事法庭内底来审判时，啊，宣布吼来枪杀啦。所以台湾人啊，伫八月十五日后是含日本本来小刚吼来受即个战后的审判吼。来死亡的，啊，有的人对菲律宾也好，对印尼也好，对马来西亚、对越南，等台湾时吼，足艰苦啦，因为这所在吼无船啦，啊，足艰苦等下在台湾哦。啊，伫日本等下是较简单，他会通去看我啦，因为麦克阿瑟降临日本了时，啊，军队吼还有船等台湾，所以八月十五了时，各地方的台湾人。哦，不管是军人、军夫，或是一般的人，去当台湾足艰难啦。啊，地方无同，啊，艰难的程度无同。尤其是中国上困难啦，因为国民党政府只有把台湾人看成日本军队、日本人收工吼，啊，所以是战败国，啊，所以这大家当台湾是，很多是比当啊当都困难。等到美军降临的所在，才当较简单呢。啊，所以咱来了解讲，现在是战争以后是。各地方的台湾人到底想啥物？到底讲高祖这少年，伊感觉讲高祖是因的第二故乡，但是伊感觉伊台湾人所以想要当台湾，啊，所以这历史来当台湾哦。啊，伊当阵就是你认为好未来的总统，你认为还没做来啦吼，做进出来当台湾啦。啊，所以这样李总统真好的亲密的一个朋友吼。啊，所以到底讲到会当讲虽然少年，但是因拢想着台湾哦。但台湾，我想迄当时战败时，各地方无共的台湾人的想法，但是高祖这人无日本这人啊，这想法啦。啊，如果咱来了解讲，迄当时伫日本的帝国大学读册，啊，无讲迄当时伫东京内底会足济的台湾人做日本官，他想啥物？咱足济回忆录吼，回忆录拢有写出来啦。啊，比如讲啊，这朱朝阳啊，无你。李登辉总统啊，袂当其他人足济啦，啊足济内底，咱来看出讲到底迄东西想啥物。即个当中来结合做的是，咱就了解讲到底对日本的台湾人迄当时面对日本战败时安怎想啦。
我想因的想法足复杂个啦，感觉讲台湾是台湾人，台湾所以当台湾，但是面对日本，面对中华民国是到底是安怎？迄处境是安怎？我想迄复杂心情，咱应该了解，咱来。